真有双妻命，还是只是离婚的借口？她老公碰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算命，然后就跟她讲说她今年有血光之灾，她说命中有双妻命，你跟你老婆办离婚以后马上再办结婚，办完离婚以后她就没看过她老公。双妻是吗？那我就帮你去找一已经往生的一个女子再嫁给你。你有三个我就娶三个，对对，用过的没关系，我都给你。对对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